击败衣架的克里斯汀娜的救世主一行人前往了下一层。到底被鬼整了，卡被等起来了。救世主大人，应该就快到了。哎，你们闻到什么味道吗？哎呦，有人啊，他挡！小心，这可能是敌人的陷阱。没错，可恶的救世主大人，来到这边，就让我铁锅的克里斯多福来跟你一较高下吧。哎，大家小心点，出口在那边。哎，你们听不懂人话吗？可是出口就在这边哦。啊，糟糕，刚刚忘记把出口关起来了。求求你们跟我对战吧！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好久了。这是什么状况？啊，你是被逼上？救世主大人，你们让我妹妹颜面扫地，今天就让我铁锅的克里斯多福来跟你们来场料理对决吧！好了，不要再说那么尴尬的台词了。总之，给你们限时十分钟，用手边的材料做出让我满意的料理，就算你们通过。计时开始。十分钟。十分钟是能做什么料理了？十分钟就简单了。可是我们手边的食材只有救世主大人带过来的西瓜跟葱啊。来，做好啊。花的凉拌西瓜皮佐葱花。救世主大人也太厉害了吧。这是我们家比较是最爱吃的啦。救世主大人，太好了，我们赶快送上去吧。哎，铁锅，我们用好了。这清脆爽口的西瓜皮配上葱丝的调味，简直就是口中散发出来的夏天的旋律啊！我尴尬要发作了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让我们通过了吧？站住！我可没说我要让你们赢啊！哈？我说要做出我满意的料理，我才会让你们通过。这个料理我不满意。这个人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让我们通过。等等，我这里还有一个料理给你尝尝。这是我刚刚用剩下的西瓜打出来的西瓜汁。为什么西瓜汁上面会有马赛克啦？西瓜汁不是本来长这样子吗？你这西瓜汁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不管你们做什么我都不会满意的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不是食物吧？ 我不喝。你哪知浪费好吃物件？这不是食物。你知道我在实在是多少人辛苦种采收才会当吃到无？那浪费好吃物件，你有想过非洲遐个囡仔无通好吃无？你无吃完人辛苦做的料理，你就无配叫做什么剃掉阿弥陀佛？啊好啦，我吃啦，我甲食了就会使无？你食了全足清气的啦。什么一对？今麦是安怎？今麦是安怎？就是因为看到你遐厉害，遐厉害，遐啥呢？